妈刚发现你要对付的人是谁？我哪知影？阿妈哦，即摆记忆无稳定啊，啥物会记的，啥物袂记的，我抓袂准啊。啊，毋过就奇怪嘞，我若是要创治阿妈的时阵，电话就卡来，已经连续两届啊，我都无相信哦，才拄好的代志。一定是卡合啊，哪有可能啊？无你看，哦。阿妈，来啦，饮茶啊。阿妈，你阿无说你耶？什么我无说你啊？是你用我放手的啦！哎呦，我规身骨全水啦！慢点，慢点，我跟你解释了个代志啊！哈。喂，你谁啊？你怎么假鬼假怪哦？你是念经的声啊？喂，切断了，切断，切断！我管他是什么人啊！安尼哦，你搁打电话来，你若是有才调，来我面头前搞阻挡啊！哎，你把电话线拔起，人唔就卡袂入来啊！无啦，阿妈，即摆哦，若是要联络代志哦，卡手机啊较紧啊，你家用电话拢是来推销的啊。拔起来，安尼较清新嘛。嗯。阿妈，是讲你今仔日爱食维他命嘞吼？时间到啊，爱食维他命。来来来来，小姐，我配维他命给你吃。嗯。好。维他命。来。来，快点哦。嗯。吃维他命啦，你是在紧张啥？维他命哪有安尼几百回吃的啦？阿姨，我是摕一粒维他命给阿妈吃哦。阿妈不知道是安怎把维他命当作糖啊，一盖吃一杯，我是要把伊饿出来，你莫误会哦。妈，是你家己饿袂吃，还是伊欺负你？你跟我讲。我嘛不知影，我就是，我最近哦一日哦，代志拢会袂记的，吃啊，搁收起来。头壳愈来愈歹呢，啊，拄只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，我唔知影。啊，子怡，你莫遐生气啦。啊，芬秋，妈即款情形，你哪会当规罐维他命安尼互伊咧摕啦？哈？啊，个雪莉，你是用康复的身份带你来野家的呢？你是安怎讲阿妈的哈？莫出代志是要安怎？我唔是有做主，你头壳明明都看到啊。你阿哩骂我够胡林，什么意思啊？啊是讲你存心要找空拍，把阮威业给赶出去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这款态度跟我讲话？哦，我是问你什么意思啦？你若是叫我吼要威业给赶出去，嘛是会使啦。我甲你做伙出去，因为这有命有分，会当留伫业界的人，敢胡林尔啦。讲了就好诶，子英啊，怕到都要看输人呢。你应该袂轻轻彩彩就要甲雪莉赶出去啦，哈！你敢拍我？你甲妈告假呢？告假用这款态度告，无你怎假死哪样诶？你要假死我，你拍我，搁假死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上街上！阿妈，你先迈过去啊！等下你若是受伤，我搁来骂啊！上街！提油救火，你中辈是哪做的啊？你即马跟我讲话这款态度，敢有把我当作是时代哈？快拿拍到安尼，无去友，搁伫边看闹呢？我看你嘛是挑工的嘛？我是要甲阿妈告的，莫让伊活过去的。妈，你哪会拍人？伊甲电话线扭起来了，啊，文书那是卡来，我无接到，要安怎？